因为你不骑了，再骑一遍，骑慢一点啊。好，你来打电脑，你要工作了，微信一要工作了。老板，请问多少钱？好像一个大老板哦。好，那给你倒一杯奶奶。咕噜咕噜咕噜。我还要一个意义。那我要一个鸡腿。有三个哦。换我亲你。